開心可以見證住呢一日，咁可以向菲林致敬。今次可以認識翻即係我哋拍戲嘅時候電影嘅一個始祖啦，叫做即係撥期嘅係啊，逢撥期嘅時候嘅一啲即係點滴啊，所以係一樣好榮幸嘅事啊，可以參加到。向電影菲林致敬三十五天，我係陳木勝 ，thank you。向電影菲林致敬三十五天。